自从纳诺加入足球队后勤，小班就一直被忽视，只因为自己不够漂亮可爱，连喜欢的人也不多看自己两眼。更可恨的是，足球队在纳诺的鼓励下，个个都踢得很用功，想借机使唤他一下，却被喜欢的男生小欧获得了献殷勤的机会。就别提小班有多气恼了，看着卫生间墙上未褪去的自己，他拿出笔写上了臭脸贱人纳诺几个字，然后开心地离开。纳诺正好来到，看到了墙上的自己，他丝毫没有愤怒，反而露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。平日里小班回到家就是写写小说，然后窝在床上写日记，小欧的短信总能让他眉开眼笑，但是一看到纳诺两个字，他就没了笑意。第二天看着纳诺提着一大篓足球队的衣服，小班假意上前帮忙，就闻到一股巨大的臭味，仔细闻过各件衣服，发现全都是洗过的，臭味原来全部来自纳诺的脸上，足球队员们也闻到了，而且避之不及。小班怀疑是墙上字迹的作用，连忙在上面写上小欧很爱自己，然后高高兴兴走了出去，结果什么也没发生。尽管男神挡在自己面前也是为了给教练挡球，反而他流鼻血的样子被其中一名球员小唐拿来开玩笑，像他这样的女生怎么会有人想要英雄救美，这话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小班跑回厕所里，把墙上小欧爱自己的话给划掉，然后写上狗嘴小唐。想不到的是，小唐真的在球场上一直学狗叫，像只狗一样跑来跑去，最后被送进了医院。小班觉得很奇怪，以为是画笔的原因，他用不同的笔写狗嘴纳诺却完全没有效果，他觉得能实现愿望的应该是墙而不是笔。隔天小班想再次在墙上写下咒骂纳诺的话，外面却响起了几个女生霸凌一个女生的声音。等到恶人散去，小班告诉被霸凌的女生，如果讨厌谁在墙上写下来就可以解决了。对方显然不相信他的话，扭头就走了出去。球场上小班发现纳诺不臭了，小唐也不学狗叫了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原来清洁阿姨正在擦洗墙面，而且无论怎么阻止都不肯停下来，因为那是她的工作。无奈之下，小班只好告诉她这是一道魔墙，写下愿望就能实现，阿姨怎么可能相信她的鬼话，反而在放学后向教练告状，说小班乱涂乱画。小班被教练教训了一番，他心有不甘，鬼鬼祟祟地在墙上写下了一句恶毒的话。接着外面一堆人围着往上方看，原来是清洁阿姨上吊自尽了，而小班刚写下的字正是清洁阿姨真讨厌，快闭嘴去死吧。他害怕了，旁边被霸凌过的那个女孩子忽然问，在墙上写字又能成真是吗？故事的上集到此就结束了，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了，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喵妹的最大